因为这个是突破嘛，我就想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尽我自己的能力，就是说可以敢于去尝试，我要看我自己的极限到哪里。哎，终于可以了。从这个跳舞这个环节让我明白一个事件，就是说以后什么事情啊，只要你敢于去参与，敢于去挑战的话，我觉得都会成功的。